欢迎收看《宝岛漫步》。欢迎收看《宝岛漫步》，我是曼宁，叶启田，宝岛歌王，给大家请安问候啦。是，我启田跟曼宁在家了，向咱大家哈，请安问候，大家好哈。哇，你终于来了！顶礼拜还大家看个慢慢好，慢慢好啊。没有，还我拜一的时阵开放扩音工，跟大家讲，你们喜欢叶大哥现唱现唱吗？大家讲好啊，但不要再唱让我哭的好吗？你看，你拢唔知啊，安尼我爱唱爸爸。时常想你，安尼吼，我都直接要唱，我都讲哦，不，未使，爱禁起来，未使吼，爱控制好。你敢知影吼？我直接挣扎，直接吼，我直接啊嘛，等于厝搞啥工去啦？哎呦，乖啦，乖啦哈，咱今仔日吼，爱笑爱笑啦，啊，徛咧有我去，坐咧就欢喜，出门四界去，啊，倒落困会去，人生几岁开？啊，有水开。安尼咱吼，人生七十就开始，叶大哥。我已经给你宣传落去啊！因为呢，所有的好朋友拢知影你要当导演咯。哦，要拍新的影片哦。我最近啊，甲各位观众报告啊，哈，啊，我哦，啊，个经哦，读一个歌曲的哈，啊，我改哈，啊，去拍 MTV 啦，哈。对呀，好刺激哦！播出来，安尼都知道啦，拍足侪条的。对对对对，那我们等下再跟叶大哥来聊一聊，好不好？叶大哥今仔日要过来接大家的客运啦，哈。啊，咱即马先来听歌，好啦。所有的好朋友来准备一下安尼啦吼，啊卡起莫蹲地啦吼，咱即马先来听歌，咱明仔来开放call in，和大家甲叶大哥开讲一下啊，好，每天每个礼拜都要来嘘寒问暖一下，这样我们才安心，才 happy， 才开心。无我落爱唱忙啊忙啊，等啊等啊，你知？来，先来听这首歌，尊敬的小姐，尊敬的小姐。
小姐哟，月光明，请你倒来阮身边，一世的咱两人哪会搁分离？永远做阵，这阵。朋友现场的扣印电话，咱的报道漫步上界重要报道官，今仔日来个现场要甲大家开讲咯吼。啊，真侪好朋友呢吼，拢会替咱宣传咯。邀请到咱的好朋友，大家来打电话。啊，今仔要甲大家讲啥呢？讲啥呢？叶大哥本来有讲吼。咱照着这个节目吼，啊有真侪好朋友啊，伫咧空中相会，因为拢是咱家己的乡亲啊，尤其连你的同学拢来找你啦。哦，啊，这真是啊，同班同学哈，已经啊，真是卡电话啊。真的、哦。哎、哦，安尼哦。家己，咱新国小，咱新国小。哎，咱新国小。已经。一个报，一个拢找到你啊！哎呀，系啊，就哎呀，吼，啊，这人生苦涩，其实吼，啊，我吼较早吼，啊，无交钱的时阵吼，啊，家己较难是当的，今麦有交钱是较接当去。安尼哦。哎啦，吼，哦，啊，这里有真济啊，咧同学哈，啊，讲恁阿舅，恁阿舅会使开同学会无啦？对啦，啊，这其实同学会啊，已经开过。这十年左右、哦嗯可能开过三次、啊、最少了、啊、真的啊都会我拢但是我无参加哈、啊、我拢知影、哦、啊即马有开要开同学会哈拢真拄好三摆我拢哈啊时间嘿啊无就一个出国啊去唱歌啥那不能以你为主来招一个嘛那会使我嘛当然有去想啊去招的人哈都拢来有分配啊我的同学哈、我讲哈我读一年级的国小，一年级的时阵哈，我讲哈，我那班哈，我记得敢那唔知二七个还是八个啦，哈，啊二七个还是八个哈，人哈啊开学哈啊，这第二天，我爸爸才哈啊吵我去，人已经读一天啊，你才去哦，嘿，啊迄个也都因为吼讲无够人啦哈，全班只有我一个六岁。六岁就去啊，七岁敢若五六岁，啊八岁敢若正十岁，吼，啊个有九岁，吼嘛三四个，安尼有好多不止班，高一班，两岁，个两岁啊十岁啊，大大岁岁扣做五岁就对了，五岁啊，安尼才有到三十个，一级。一年、二年、三年啊，拢同齐同学，名落孙山嘞。你上细汉的啦，佮上少的读哪有册，六岁读哪有册啦。啊，安尼啦，安尼啊，但是啊，这我讲吼，四年级成绩就上来了，是在啊二十啊这十名以内的。哎呦，安尼读五年的、六年的啊、我拢第七名、甲第八名啊，有进步啊。安尼对啦吼，啊，我讲吼，阮同学有一个比较啊有成就，还是对各社会也有很贡献的啊，叫叶坤福。叶坤福，叶哈叶坤啊，乾坤的坤，福福气的福。安尼他在十年前，一十年前就是伫台中市胡志强去做市长的时阵，伊是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安尼哦，
嘿，伊退休诶，啊，啊，即马讲到伊就是讲同学会，啊，同学会就真侪同学吼，啊，讲到叫啊都请伊吼，讲，譬如讲号召啦，哦，安尼啦，做班长来招安尼啦，啊，那阿姨说那有我吼，没啊，迄同学敲定了我，我讲吼，哦，啊，都无用啦，伊说那我都爱另外一说啊，一寡工课啊，个啥物安尼啦，还在整理，哎，安尼啊，所以啊，我都无三届无去参加，啊，啊，阮这班的学生拢哈啊尊师重道啦，啊，拢会请老师，拢老师连落家有得有闲才可以安尼。哎，像老师敢会认得你？啊，老师哈，我一届哈啊，这在立法院我有啊一直哈啊卡好吹啊吹的，我吼国小一个啊那个六年级的老师哈，他还是在嘉义市啊，后来他可能到别地方教书了哈，啊我嘛给吹掉啊，吹掉的时候我地方伊啊四十几岁，啊伊哈啊给我就二十岁，伊师范学校毕业啊，啊我硬去给吹起来哈，啊吹掉，啊我请伊吃饭安尼哈。哦，另外请吃饭。啊，这个啊，都同学会相当好啊，相当特别，纯贵的啦。好，起码好像剩下二十个左右同学会啊。哦，我讲我南新国小家己最有处，南新国小。嗯。哦，迄个我咧立法的时阵，嗯。啊，虽然我同学会无参加，我哈啊，迄个内底有老师哈，啊，加有一挂同学，啊，主要是老师哈，啊，个校长。啊，迄个时阵的校长，嗯，啊，伫我立法院啊，那民国82年的时候，嗯，啊，伊甲我讲吼，阮遐吼有水上机场，吼，啊，军机就对啦，吼，拢会飞对吼，啊，阮遐水有出过往北，哦，啊，安尼，迄个吼，迄飞机啊飞起来吼，啊，都要挖阮中央啦，哎呦，啊，迄个学生，吼，学生拢受到哈影响啊，影响。对，啊、上课都太吵了。按讲看我，我做哈，处理者教育部哈啊，申请哈啊，一挂迄啊，这消音板嘛啊哈，啊我是啊听到了，我就是这个工作先做啊，啊都拢申请。你看吧，1700万、啊、等于国小 啊做消音板，做个消音板要1000多万哦。啊，我啊学校唔是我现在讲讲哎，我南新国校毛甲写荣誉校校友啊，做无啊啊写迄个，刚才感谢我啊，写字啊，哦，讲我啊做啊做迄个本校啊出身业啊叶宪修，迄个叫叶宪修啊，本校学生啊啊在立法院当立委，你有看到伊的头壳叫光无？已经又在发亮了，有没有？刚走过走。必留下痕迹，该做的事情，叶大哥绝对替大家做，对不？哎，我台北水务处遐吼，阿毛水沟啊拢会啊做水的迄落，安尼我嘛是啊讨经费等于吼，好阮的迄落也得回馈乡里啊。台北市公所啦哈，啊这个吼，因为我的选区哈，我的选区哈啊都唔是自家的啊，我选区台北县，我都改母家安尼啊啦，对吧？哦，啊这我伫另外做足些代志的，啊今日无时间。讲啦哈，啊嘛无爱讲啊，但是重点，而且重点讲哈，啊，咱哦亲爱哦，咱这哦同学哈，开点叶宪修啦，啊，全班上细汉的，我坐头前个，大家拢知影啦，嘿，唔免我讲啊啦，有咱个赖小姐，啊，大家就讲哦，啊都去哩，哦，阿修啦，宪修啦，叶宪修哦，去唱歌啦，去唱歌啦，哦，阿尾啊改哦，啊这个歌啊这个艺名叶启田讲。哦，阿姨叶启田就咱同学啦，叶启田啦。对啊，嗯，同林树爱表姐啊，安尼哦，安尼同学，大家有甲你交代啊。向同学哈，各位同学啊，问好啊，那样哈。阿家吼，阿咱哦，唔是干咱阮去班尔啦哈，咱南新国小哦，校友学长学弟啊，那问好安尼啦哈。啊，大家呢哦，爱互相支持，人讲人亲土亲，啊，咱家己的姓叶的拢甲你亲。好啊！卡片嘛真侪，拢家己的来捧场捧。我即马紧接一个信业的，等足久的。捧场捧好在。对啊，吼，大家乡亲叶信兄吼，叶启田大哥真的是很爱大家的吼，真正付出。有当时也免讲啦，恁也知影。啊，即马我看紧来接电话，无了咪我要去用。
答应落去啊！进来，啊，咱的小叶姐姐来喽！哎呦，我今日拢无看，叶大哥，好久不见啊！今日去偷偷回来了。啊，阿妹哦，阿妹登啦，阿妹登哦，你还搁伫个阿妹登个八里哦，阿妹伫屏东，阿屏东个哦，系啊，阿无电视当看，唔知我白卡，哎呦，对啦，你卡你咪就对啊，你第一个接到的啦，好，我以台北走到屏东去嘛，要甲你考验看要安怎就好，哦，谢谢你啊。叶姐姐哈，咱第一个卡里边都是打卡哈，好，安尼我搁接无，好，来，0800-8638-8888，心情真欢喜哈，好，去佚佗搁卡会通安尼，来，阿姐姐来，换你喽，叶大哥你家，你家过来，你好，曼玲姐你好，我今有代志要向客人输报告，好。啊，叫曼玲小姐啦。我今仔日伫阮迄个三林埔公路路的大树卡的米台坊遐咧甲做事吼。我做事了，又甲传话讲吼，伊作希望讲看到客店师傅啊欢迎客店师傅去甲捧场一下，米台坊的捧场一下。啊，讲嘿，啊，搁阮另外隔壁搭有。還有一擔賣米台白冰的說你如果算去捧場喔，他要請你吃米台白冰，曼玲姐你也有分，好啦真的謝謝你啦，好啦你如果知道我很愛吃米台白，就一超的囡仔就愛吃咧，但是吼，啊這一個月吃飯有一次而已嘛啦，這樣而已，咱沒錢啊。真正讲讲诶，两边又甲你传吼，讲安尼，喂，你好，来台南诶，台南阿姨你好，我你讲啊来，你好，嘿，我你好。我会转细声的。好，转细声。咱这个姻缘阿姨嘛，常常卡来买物件，卡来开讲的吼。今仔日搁卡起咯。来，你大声讲，来换你讲咯。我大声讲哦，我你讲哦，迄个今仔日哦，卖四哦，卖六斤。今仔日，你讲招姻缘哦，你有来我食着要买六斤茶哦。嘿。六斤，安尼阿哥要切，但是要甲迄个瓜王拜托着吼。嘿。嘿，是。阿公因为迄个孙老，你有来感受上着嘛吼。嘿。会啦，有影片，咱这有影片，无错，嘿。哎，阿伟，阿姐，你又讲放影片，阿我给你拜托什么？讲阮孙那个，是钢琴小提琴家啦，吼。嘿。礼拜要在台南市的台南市爱乐协会成立20周年。哦，要表演的对。不是，是重点是讲，会当拜托讲歌王哦。上一对花，啊！你若讲好，小温处理就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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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恭喜！开心一下哦，恭喜哦！哎，会集哈！啊，我出来，迄个吼，卖讲个啦，哦，啊，会集我出头啊！啊，你我来知影从几日起啊，什么所在表演比赛？方便阿姨，连咩我也搁卡好你了哈，谢谢你，恭喜恭喜啊！恭喜哈！该预祝啊，恭喜啊！咱只看他亲人，赶快大家拢互相的吼，啦，迄种会我见人，我见我。出路啊！大哥嘛欢喜呢，欢迎大家有出团呢，小提琴家哦。啊，来今嘛搁接电话帮叫的李小姐哦。哎，我安，你请讲。你好，我是食那中药吼，中药粉哦，啊，那茶敢袂使啉咩？哦，啊，都少人。十分钟啊嘛就会使啊，即唔免人讲，人讲食药啊，讲两一点钟人免啦。因为普洱茶是发酵过的茶，所以它比较温和。人一个就好，免人伤久啦。那个，你
你运动迄支吼，喂，嘿，迄支要插电是咩啊插？来，客服，请帮忙接一下无线哈！啊，我连明仔的广告时间来，搁用一盖给大家看哦，哈！谢谢你，哈！啊，你也高光鼓励啊，你哈！啊，咱哪产品有问题啊？要安那问0800763888，会使靠咱的客服哈，会使去九点半到下晡五点半，随时拢会使问。啊，咱今嘛这个时间来，和咱的好朋友大家可以开讲哦。喂，你好。哎，半年来哟、哦！当年，当年呢？这高雄的阿贵妈妈呢？我记，玉桂阿姨呢？系啦，我较高雄的啦。天咯，这坡你啊地冻水啉的啦。侬该看我看两三滴啊，五六十个呢。还跟我入面边啊？哎、啊，伊是伫伊早伫歌厅上班啦、啊，歌厅上班的玉桂阿姨啦。是啊，哎呀，即马阁看到大家欢喜。我拢按后台，你赶紧。好，你拢按后台偷看迄大哥。我咧几大个吼。哦，啊，你拢看免钱啊，那对。哈哈哈！我开讲啦，开玩笑的啦吼。啊，即马阁看到迄大哥嘛，真欢喜吼。哎，啊，听你的，即马听你的声嘛，我嘛介欢喜。开边路诶，你知无？啊！开边路诶，入去诶咧。开边路诶，入去诶啦。好。系啦，啊，几啊大诶啦。好，好啦，谢谢你嘿，啊，继续看节目啊，吼，嘿，老朋友啊，有影，伊看伊咧歌厅上班，啊，看你来表演哦，一工拢安尼两三场啦，讲伊嘛感觉甲你足亲诶，就对啦，伊拢为后台甲你偷看。喂，你好。欸、来，我安李欣同学吼、哦、，call 起来给你拍拍手。来，请讲来。看真久啊啦。哟。有闹加油啦。有，感谢你，感谢你。哦，未歹啦。哈。未歹嘿。我有介绍人，有来提分一挂红姐啦。安尼哦，感谢你，感谢你。哦，安尼你嘛是咱叶大哥的歌迷对无吼？你住倒位？中华关万林，吼，万林的，阮中华，阮中华，即，阮中华，哈哈哈哈哈，万林，万林，万林的嘿，阿姨，谢谢你甲阮鼓励哦，感谢你嘿，谢谢哦。好，阿妈爱唱诶，推荐诶歌。哦，明仔有来山姑娘，互你听嘿。拜拜。你嘛爱唱叶大哥诶歌呢，大家拢爱唱歌。喂，你好。喂，啊，听你诶歌啊。哎呦，你有欢喜呢？爱听多一条。我拢看也改成诶专辑诶咧。好哟，专辑。哦。哦，我新诶同学咧。你是新同学？我住头到诶咧，迄个永安路这边咧。倒一路。永安路。永安路这边啦。永安路。哦，所以你嘛家己。就比唱歌久啊，拢唱专辑的嘞，哎呀，拢唱专辑的。嘿嘞，我那自囡仔都听伊，安尼自囡仔，啊，即摆还阁囡仔，拢袂大汉。伊的歌我拢会晓唱嘞。安尼来，我甲恁报告啦，叶大哥，嗯，安尼咱甲考试一下啊，好，考讲哦，迄个来山系列的歌啦，这有影无？啊，来山姑娘、来山兄哥拢会晓。哎呀！哦，搞！我当时看到 OK 唱的，我拢唱也加点的歌呢。唱一句啦，唱一句啦。哦，我唱的歌，大家拢足好听的。安尼哦。哦。安尼。网中即卖新歌，网中吼，啊个诶。网中。哎，网中了，啊，搁一条迄个太阳流浪里。啊，太阳。哦，这拢会晓的吼。我拢唱个，搁一首只诶，台北落雨面。来，你请讲，来0539的好朋友，你好，啊，你有听到阮咧讲话无？
是台南吗？1 2 3 2 2 3是啊，无讲话我就挂断啊。是台南，我台南是六线。今麦方言阿姨又打进来了，你好，英言阿姨。你好，我们见证的真美英啊。见证了，后来你请讲来。啊，你那个林峰应该第吼，你告诉俺后面的今麦告诉是哪吼啊？这个月那个搁在抽血一届吼，这搁在计乌里的，搁乌里的啊。嘿，哇！顶一撮迄个大风有来阮家拜访哦，请问什么时候搁要来拜访？哈哈哈！吼，拢动拢动了。你要搁摕报告好看安尼呢？恭喜恭喜！这个今摆有摕报告看，安尼爱互大家看啦吼。去抽血吼，报告出来吼，搁再计安慰。哦，啊你就是逐日坚持泡尿茶，下昼啉，下昏啉，嘿，啊，我讲搁要买六罐，哦，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呢，哦，这拢全自动的啊，对，坚持。帝王的帝王真正赞的赞的，谢谢你，谢谢你，好，感谢感谢。那明仔可以的时间，再一路广告的时间，再搁给你拜托。吼，谢谢谢谢，啊，咱台下的好朋友，大家拢有听到，安尼就好了啦。吼，我以为讲哦，这吼普洱茶好啉了了。嘿，你知道吼，咱哦副长的杨啊，这杨副总哈，啊张哥哈，甲我讲，吼，我想我啉过两年点了的哈。啊，我想吼，即吼，大家去啉高山茶，吼，啊，啉即吼，佫吼袂讲困袂去。对啊。我啉五六年，敢若讲吼，安尼就爱啉。我唔知影讲有讲实在，即个可能话即个效果。迄是咱的听友家己感觉吼，啊，家己去检查。虽然我是有看册写，但是我唔敢先讲。有即个效果，我唔敢先讲。啊，我是将大家当作敢若高山茶，甲朋友泡茶安尼去啉安尼尔。啊，咱佫接一通口音，互即个单上古来。喂，你好。你好。来，你请讲，新同学。我想请问叶启田大哥一项问题啊。好，你好，叶大哥。我15岁的时候，我是乡下人，新竹县人，我去台北，去我姑姑那边，然后我在松山日活唱片看到一张唱片，可是我没有钱买，一张好像要35块。对，问题哈，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了。那时候我也不会讲台语啊，差不多35块。上过日语唱片，一段日语，一趴日语，一趴台语。对，哦，伊问讲你敢唱过这种歌？有啊，有。电视上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这些歌出现啊？哦，伊要爱听。较老的日语甲国语，台语拢有诶，迄种。无讲语，台语甲日语，日语甲有拢有。日语是他台语安尼。哦，那你记得歌名吗？歌名你敢会记？不记得啦，那时候我不记得。哦，安尼叶大哥再过来听啦，吼。你看那谁一定要买这个唱片。老虎马内莫，三阿七子客路，可以你不啦？这爱你入骨的就崩溃。哦，所以有。可以去熬一，骆驼马马子卡了你。我这再会亚洲区哟。所以叶大哥有好几首这个日本歌，你拢有唱过。伊达卡罗伊达罗，可得你哪里嘛？哦，这个真正歌的心头一来，我看唱不完。我们现在还是先来听几个呀。来，帅哥牛新加坡，好，哎，叶大哥连麦，搁跟大家开讲咯。好。大山姑娘已经嫁别离，为怎
心这么干脆，为什么你全无想较详细？过去的过去，一切一切，全部是被风吹，已经吹甲乱乱飞。来山。台山姑娘已经嫁别人，如今我怎样偏偏搁再回来伤心地？不想心肝几百岁，讲什么对天酒醉三面太细，讲什么你无我你也不嫁。过去的过去，一切的一切，全部是欺骗我，予你骗甲戆戆死。台山姑娘已经嫁别人，怎样脑海偏偏搁再想起你的话？不想心内愈怨嗟，为什么你得变心这么干脆？为什么你全无想到详细？过去的过去，一切一切，全部是被风吹，已经吹甲乱乱飞。广告时间十分钟，来听歌听歌王，林德林德王啦！哦，阿妹有啊，阿妹人你咪哦，赶紧订这六零一的这个，这批吼，都是你，这批无全部我这啊。好，这吼是咱阿东老师一定给咱提醒讲，哎，真的，你如果喜欢这一批茶，一定要马上买起来，存起来，一定要捡起来，因为过了这个山没有这个店了。阿来，今仔日阁继续给你上一工，为什么你敢知？本来是爸爸姐姐有诶，但是咱的好朋友亲像拄啊迄个小叶姐姐出去佚佗，又讲啊，我没有看到，我没有买到。啊，哥再来就是讲，爸爸姐姐哦，咱嘛再卖两工尔，所以老宝贝、好宝贝来，今仔日继续阁甲你送这台筋膜枪。赶紧的，赶紧的来，喂，你好。来来来，你要爱六斤哦，哦，英年阿姨真正要爱六斤，安尼有三台的这个。这个筋膜枪哦，吼！感谢你，感谢你。有够赞哦，吼！谢谢。有够赞，有够赞。还有小提醒。嘿。大行哥，嘿嘿。嘿哦嘿哦，大行讲安尼吼。好，谢谢你，感谢几啊粒油啊，空八空空七六三，拜拜拜啦。啊，拄啊你讲吼，啊，你苏纳啥要比赛小提琴的哈？啊，迄个比赛的迄个所在，主持，那个你抄嘿，哈，啊，加迄个日期，嘿，啊，加恁哦，苏纳，你好，加恁苏纳姓名，姓名爱写嘞，哈，好，来，啊，我就个上上花啊，这花盆体哈，谢谢啦，来，咱今麦个接电话，新同学呢？咱要爱戴哈，我长收到的物件啊，迄支咧暗。来，我甲你教来，恁看者来看者，我即马赶紧去甲恁教一个哦，哈，你看电视哈。
我给你教哈，来，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今仔日呢吼是你个巧，你个奥，所以今仔日佫有一届机会，予大家呢会使啊，佫摕到这个筋膜枪啊。今嘛借这个机会，甲好兵讲，这台筋膜枪是你创啥？你按摩的对无吼？啊，要安怎予伊开始来这台摕嘞？敢那吹风机对无吼？敢那吹头上的吹风机，后壁只。后边只唔免插电哦，伊这充电的吼，无电线扭嘞，无要紧的哦吼。来，只脚床只有一个硬硬的所在，甲起落去，啊，就开始咧转啊，有听到无？啊，起一个较慢，起第二个愈紧，起第三个愈紧，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有六段吼。啊，起到第六段，我即马要休困啊，佫甲起一个都。休困啊，所以开甲关拢同一个所在，知影无？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安尼会晓用无？啊，较早有哈，啉过的感觉袂歹的吼。啊，即马有买较侪斤，我甲你恭喜哈。嘿哦。先来讲哦，啊那无啊无无买安尼吼，就爱赶啊，我是甲你建议哦，你赶紧买吼，大家拢啉啊真好。这601啊，这吼要找这个地米吼，有东西也嘛爱我啊。用足侪时间，哦，这是算嘛是啊，这个很重要。普洱茶嘛是有春啊茶，春啊茶嘛上好诶。啊，这601一批哈啊，春末偌济啦，哦，真正有春末偌济哦。哦，啊，即嘛下批哦，会有写印602，嘿，无共批啊，哦，即嘛若有介意一批，啉了会哈，感觉讲哦，啉了身体足舒服诶，足欢喜诶，送人恁大家娱乐吼。啊，你啊，搁买起藏哦，啊，无就没有啊，吼。啊，来，我即嘛写一个新同学电话，喂，你好。你好。哎，咱要第一斤诶，两斤，今仔两斤有送者，吼，谢谢你。啊，你啊，毋捌买过吼。安尼，我连命你抄地址，赞，谢谢你哦、喔。来，看八公公763888，要唔捌领到的好朋友，都是爱亲像咱这个大哥同款。电话甲举起来，看八公公763888，看八公公763888。听闽南讲一句重要的代志，你嘛去食东食西食遐尼济药啊，好的物件你好好啊甲食，好好啊甲饮天然的物件，拄我乖遐食，吼，茫食一堆药啊遐尼济。啊，你安尼吼，快好啊甲饮，人就进步，较安尼有听到啦吼，喂。你好，曼妮，我是买两斤。哎呦，文秀姐姐，谢谢你哦，感谢。按摩枪，赶快给你送过去，今天还有哈。啊，你是已经买了几斤了哈？第一，你应该买了好几次喽。第一斤啦、啊！哦，安尼好，谢谢你，谢谢。来，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赶紧甲敲电话，即马电话卡有通，你都阁有筋膜枪，啊，这拢是另外送的，买5000块的物件送2000块，安尼有了解无？这拢是迄大哥的用心，啊，今仔日一定要甲卡有通哦。喂，你好。来，来，我跟你讲，两斤的茶有4罐，吼，两斤的茶有4罐，吼，啊，然后呢，即马阁有送这试用的，吼，试用的你先甲用，啊，你若讲阮兜无泡茶的物件，叶大哥嘛甲你送，吼，即个嘛甲你送，吼，啊，即台嘛甲你送，安尼是5000块，有了解无？好、哦、来，我连咪啊卡电话，甲你甲，佮甲你问哈，谢谢你哦。半斤半斤，这个泡泡足久的啊。嗯，来，会使泡泡泡12泡。来来来，这一包会使两盖倒落去内底了后呢，吼啊，咱会使冲12盖哦。冲12盖哦，咱的茶是12盖以上的哦，吼，毛人泡15盖啦，吼。喂，你好。进来，进来哦、喔！好，好，我来咪啊靠你。好，好，好，安尼今仔日巧，安尼有留着嘛巧吼，来谢谢你，0800763888，0800763888，这支赶紧甲卡号通就对了，601林美哈，一定爱搁买起来藏。喂，你好。好，啊，咱这个啊，新一个邱大哥吼，咱嘛两斤对无？好，谢谢你，你嘛跟他买过足侪届啊了。啊，你嘛一届尔，今仔日紧谈紧谈，谈到咱的这个啊，这个筋膜枪哦吼。喂，你好。啊，谢谢，新的这个朋友。嘿，要爱泡你阿弟哦。
对。好啊，我明仔给你抄地址，你先挂电话哈。谢谢你，谢谢。来，0800-7638888，今仔电话一定会满，所以你卡入来会使成功，你的大名甲电话就好。啊，然后呢，咱的老同学，你若已经买了吼，啉甲足会嗨的吼，你紧阁买起来藏。啊，你若讲新同学，你阁你，唔通阁前阁等啊哈。这项足好诶，你都逐工恁，叶大哥恁家呢身体这么好，啊你呢最近也是看到很多艺人的消息啊，欧北家无好啦，啊你都好好啊，甲啉茶吼，这种天然的物件对身体足好诶，吼啊，逐工安尼甲啉，乖乖啊啉吼，安尼身体就会改善。这啉吼普洱茶，嘿，社会人是去啉吼。气多，吼、哦，啉起到阵哦，身体会安尼会较好啊。啉气多，少年人去啉风多的啦。风多，啊，但唔是去，唔好当作去食药啊啦。啊，这是对身体有好，足好处的。对啊，嘿，那个身体好的人，啉个愈健康愈欢喜。啊，那吼有需要调整的人，先啉代谢。有当时啊，咱就是安尼吼，水分无够，电来甲补一下就好。啊，这吼、哦、大家可以去查文献，啊，嘛是咱做伙好朋友家己起来见证，啉个有好。很棒，对不对？0800-7638888，请你就要坚持下去。哦，0800-7638888，拄啊，足侪人卡未通，我知影。啊，不要紧，你电话会使继续卡，卡到五点半哈。啊，今仔日还阁有送一台哦。啊，我阁试用一次，给大家看，因为顶礼拜五嘛才卖两公尔，足侪人摕到的哈。啊，但是啊，吼嘛阁足侪人无看到，所以今仔日才阁有一个机会。所以邀请咱的好朋友，若看足久的，卖阁等啊，你，进来啉看卖。啊，若要买一斤呢，嘛是油，一斤是安怎来？一斤是安尼两罐哈，啊，搁安尼，这个试用的，啊，搁第个都给你，上盖重呀，慢点搁加一支啦，好不？搁加一支，搁加一支，买一斤，买两斤，在你，咱的心意是希望讲好朋友，大家会当愈来愈健康，和咱的叶大哥呢吼，的歌吼，和恁爱听，安尼大家互相。鼓励愈来愈健康，逐天吼拢会使听歌，啊叶大哥安尼会使搁唱歌给你听，安尼就对了，没有什么很奇怪的理由，因为这呢吼是真正好物件啦，啊其实已经卖了这个一段时间，所以今嘛呢半年来，咱有足侪好朋友拢搁买搁买吼，原因就是伊啉了会哈，啊搁买搁买呢吼是感觉讲哦我送人嘛真好，啊搁买呢是因为伊家己吼啉了身体有改善，啊，每一个人情形无同款，啊，有赢者邀请好朋友起来分享，0800-7638888，啊，今仔日一定要卡通啦，老人买。那有人买五千，送两千啦，所以吼、哦、啊，即卖电话继续卡，0800-7638888，0800-7638888，买副卡甲抄起来，吼、欸哦、卡到五点半，卡袂入来，嘛爱甲卡入来，咱即卖先来听歌，吼、嗯哦，啊听歌了会阁接call in哦，哈、啊，谢谢大家，哈、哦，来咱即卖来听这条是《欢喜来相逢》。咱来相逢，五彩灯闪烁，犹听见音乐声音，走著恋歌词。虽然只有简单几句，谁人讲到心欢喜？你的眼神含情在意。我也点点看着你，啊，到深天犹原不分离。
山边，双人做阵行。我的心情你也了解，不免讲出声。虽然是见长情，偏偏讲甲真趣味。你的唇边轻轻微笑，虽然拢无来应声。啊，到深更犹原不知影。咱来相逢，五彩丁相思，要听见音乐声音，走着恋歌词。虽然只有简单几句，双人讲甲心欢喜。你的眼神含情带意，我也点点看着你。啊，到深更犹原分离。叶大哥，哎，我刚刚又看到我们的陈秀姐姐又打电话进来了。我们有好多咱的听友啊，哈，咱的观众啊，哈，是哪看到叶大哥哈在推广的物件，啊，就马上买，一定买，看到你就买。但是哪讲咱的物件无好，人嘛袂安尼啦，哦。谢谢陈秀妹妹。叶大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你们应该知道的吼，因为你们可能比我更了解叶大哥。突然人咧讲伊唱的日本歌，叶大哥甲我讲。自从有一件代志了，伊都拢无表演日本歌，为什么？好，就中日断交，他就不唱日本歌了耶。欸、啊，迄个时阵我拄啊啊嘛是去啊作秀啊，我随伫台顶我就讲哈啊，顶日啊拢有唱，顶礼拜拢有唱日本歌。今日去我日本歌无爱唱，无爱唱啊！啊，就讲啊，伊就是真有个性。张啊，迄个时阵就是讲啊，大家拢知影张是啊，中日断交。对，他就再也不上台表演日本歌了。台顶绝对无唱日本歌。哎呦，太酷又帅哈！你是台湾的光，台湾的宝，真的很有坚持。无较早拢哦，唱两条在我的歌，啊一条日本歌。真的哈，所以大家就真的比较没有听到，刚刚哼那两句是大家赚到。其实啊，其实啊，啊，慢点，我讲一下。其实啊，我后来想一想啊，这哈啊，这音乐哈无国界啦，叫共喜安尼啦，这民间的事情啦。啊，但是虽然是我安尼想，我嘛是不够唱，呆听啦。就跟他讲，有个人讲，哎，叶大哥唱歌唱一世人，足侪艺人拢咧代言啥，代言啥。叶大哥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那现在唯一跟你们推广的这个茶，嘛是伊家己啉了就好，会讲啊，无你嘛来啉嘛，身体真好呢。我啊，我的个性吼，我家己嘛唔知影啦。哦，是到底是讲是固执啊，是讲古魔啊，是讲啊做代志细心这样，我嘛搞不清楚。有坚持的。像今嘛这601吼，这哦找三四个月，我才决定接跑。对啊，啊，即嘛即包啊，即601哦，即普洱茶哈，啊，全部几百斤卖完哈，啊，就完啦，无啊，啊，即嘛即地窖讲是藏愈久愈好啉，对呀，但是即嘛搁要找一批安尼，一样的不可能嘛，啊，我即一样是无同啦，但是我要讲个请哈，即吼找地吼，我甲张哥吼两个负责个，我已经去找五六泡啊，哦，啊有决定吼，两种，哈。也是价钱问题哦，价钱问题又来了。嘿嘿啊，无一定哦，无一定这卖完602的哦，无定的哦。爱去给哦。
干那你考虑啦，啊无无什么去了啦。哦，安尼啦，啊去整迄是尽量哦，当然这电视安尼，我的意思是讲，像这咯，我就是去已经甲观众朋友讲过啊，哈、嗯，这个电你哦，这两斤五千，哈，啊你即马找去互内行的，啊，哈，你甲叫伊找，啊，做迄、那个两斤，哈、三万的出来。啊！那泡红比看卖，比来啉看卖啦。这就是内行的去买物件啦。啊，看真爱看吹轮影啦。啊，这就有影叶大哥做用心。啊，恁都唔免啉加迄落迄落两斤三万的迄意思啦。啊，咱就啉这落这吼，加起嘛差不多这样。我刚去诚品百货公司嘛，有一个普洱茶专柜，我嘛我去甲看看，毛茶饼嘛，毛这些哈。啊，其实呢。喝起来才知道啦，好、欸，那别的人伊就知影啉才有感，才有感觉啦，吼、嗯，啊，那唔捌啉过的人，你就赶快来试试，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啊，是这样的，啊，都啊，甲大家即摆讲这吼，啊，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啊，这吼全部偌济哈，啊，这啊，你啊买起来藏咧哈，你过三年五年如何啉？啊，那讲那要买价钱会搁较悬啦，这普洱茶本来就安尼啊，啊，即摆搁去拣两种诶，就是一种吼价钱哈，啊。较贵，啊，就是较低、较少的。啊，我是去考虑，但即马是啊，公司爱开会安尼迄个。好啦，啊，所以是真正无啊啦。啊，所以这个已经面临到这个问题了。哦，啊，这跑是这难得吹到的。好，安尼咱即马过来接一下电话了吼。朋友等伤久，喂，你好。他拄仔 FK 店，你点要挂？什么歌名？什么歌名？他拄仔迄个都欢喜来相逢。有听到吧？欢喜，欢喜来相逢。哦，安尼我知影，欢喜来相逢。嘿，你爱听吼？好，谢谢你哦。好，来，喂，你好。喂，来，张大哥你好。哎，妈你啊。哟。啊，我要订一斤的普洱茶。谢谢你。啊，来，我今麦抄一个，连明仔再去甲你写哈，连明仔再去甲你讲哦。谢谢啊！你原来八百过来款哦，八啦，我八百过。谢谢你，谢谢哈，拜拜。喂，你好，来摩哥奇啊，你卡里来啊，你已经打进来了。摩哥奇啊，来03220的好朋友来，你请讲来。卡里来，我试一下。喂，你好，罗安，请讲来。现在在现场，叶大哥在这儿。我可以连，听讲，请你讲。你没听到呢？有啊，有听到啊。哦，来，你请讲，请讲来。秋风入人心。哈，秋风入人心，哈，要点唱没有？叶家田原唱的一条啊，好啦，是痛苦如人心嘛，秋风如人心。哎、欸，搁一条秋风如人心。哦，这条哦，来，咱大哥，你请问贵姓？我志哥。好，郭先生，你住倒位？啊，新店。好，新店的郭先生，秋风如人心哈。唔、嗯嗯、是迄个啊，做痛苦如人心哈。就痛苦。啊，是痛苦也是秋风的啦。我只是问看你。来，我唱一句来，秋风吹落叶，这条痛苦如人心。好啦，好，谢谢你哦，哈，怎样哈？那边我再给你打电话。怎样？喂，你好。好。哎。来，我安车工。哎。哎。我不是胡金龙。嘿，你好，胡金龙。你好，胡大哥。正在买两斤啊，正在要搁买两斤。哦，谢谢。感谢你，你就是要甲，搁甲。要收人啊，要收人啊啦。哦，要收人啊。哦。好啊，好啊，白白来，白万坡住你啊。赞啦，赞。感恩感恩哈，谢谢。上三位，今上三位。今马上按摩枪。按摩枪。嘿。啊。啊，加一人甲你按摩啦。按摩枪。感谢你的支持哈。好。目镜无。目镜。好啦，我再给你处理，你先挂电话，谢谢你诶，林浩甲阮斗小宝，感谢感谢，哦，咱家老宝贝叫高子，喂，你好，彩霞、彩云妈妈，喂，半年哦，你给你喜欢啦，谢谢，你好，哎，你好，你好，哎，我想要点歌呢，哦，这条，来，我要点。
痛苦如人生。哦，卡卡拄啊，卡拄啊，李宇先生嘛，我也毋捌点过啦。好，迄个真正。足好听的，足好听的，大家拢足爱听这首歌，差不多一个月拢会播一届。麻烦一下哈。好，谢谢你，拜拜。阮这个嘛是吼，俄罗斯会得志的。对啦，袂麻烦啦，应该啊哈。大家拢爱听你的歌，啊，过来就是讲，常常嘛拢点着重复的歌啦，这是有影哈。喂，你好。嗯。午安，我你讲啊，请讲来。唔茫阁饲啊！即、這个一直卡起，一直乌白饲。喂，你好。你好，我要甲咱报道歌王黑田帅哥讲电话。我去听听讲。哦，咱这个报道万无上烟斗的，也黑田也歌王。我是你从细汉你的偶，你的最爱的偶像。哦，是是是。我休假。跟妹子休假。你上爱这条。嘿，客人我要爱你的手机哦，但是你敢联络？来，大哥，你几岁来？你请讲一个来。我住在南投。哦，梁明啊，给你敲电话哈。三七杰生意员的好朋友。嘿，对，我知影。梁明啊，到这部给你敲一个哩哈，谢谢。我熟悉。阮官王来来客气。好，梁明啊，再给你敲哈。我要爱阮客气。谢谢哦，好，谢谢。我知影。来，咱今嘛搁接一个电话了，爱跟大家讲再见啦。喂，你好。欢迎哦。哟。也客电老师。哎，你好。啊，一条我你笑一次的。好，这条。嘿，我都顺经忙，顺经忙哦，啊，嘿，你搞你的票，真好听啊，向你看听，无论是晴的水落东，是不是这条？顺经忙，唔愿放，唔愿多猜，我袂看出个问题就是安尼啦。我哟，嘿啊，我不哭骚啦，哈，不哭骚啦，骚。哦，苏阿姨哈，如啦，如啦，不要紧来南投吼，南投苏阿姨哈，唔是，如，嘿，我捌卡过啊，好，不要紧，我即摆若要报歌的时阵，甲你敲一个电话，你甲知影讲吼，我有甲你报啊，啊无你会无听到，好，谢谢你。来，老宝贝，好宝贝，阿文刚叶大哥来吼，总是安尼吼，啊手忙脚乱，足想要赶紧甲恁啊接电话进来，吼叶大哥讲。但是咱有时候有些好朋友吼啊卡起来，诶袂讲足顺时吼，有当时啊电话咧，安尼这边电视咧讲啊，电话咧讲安尼哈，啊有当时啊卡电话咧甲伊讲啊。一个无听到吼，都有这样问题吼。啊，这就是直播啦。人讲 life 人生就是安尼，啊，请大家好朋友见谅啦吼。基本上哈，啊，那边讲的那个电视转线上。对哈。啊，当然，咱明仔过来邀请叶大哥过来好吗？啊，但是今仔日那边爱好康的吼，啊有需要的人赶紧打电话，啊唔捌试过的人卖个钱哦，0800-763-888。赶紧打电话哦！安尼，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拜拜，拜拜，谢谢。